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哇，这个是我大概两三个礼拜以来第一次再度拿起相机，就是你们之前在频道上面看的影片，其实都是可能之前有一段时间拍了很多，然后我就是慢慢剪慢慢出这样，所以我好像已经应该至少有两三个礼拜没有碰过这台相机了。那今天是一个周末 vlog， 因为我这个周末刚好会做一些我觉得蛮有趣的事情，所以想说跟你们一起记录一下。那我现在已经差不多 get ready 完了，然后我现在要先来做咖啡。为什么后面这个门是开的？等一下，把它放下来。我昨天跟两个我 Berkeley 的朋友一起去最近在香港新开幕的 Blue Bottle Coffee， 这个真的是我们以前在念书的时候的一个回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以前学校旁边就有一家 Blue Bottle， 昨天好像是他开幕的，不知道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吧，所以人超多。然后我朋友先去排队，然后加上我到达之后等的时间，我觉得好像有半个小时40分钟以上吧。所以呢，结论就是我觉得我短期内可能不会再去了。那我就买了他的豆子，这个是他们用来做 house blend 的咖啡豆，然后我昨天点了一个这个做的拿铁，我觉得真的是倍儿棒的好喝哎。这个真的好喝，豆汁，so good， God。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 outfit of the day， 我的上衣是 Zara 一个 oversize 的衬衫，然后裤子是 Uniqlo 的牛仔裤。因为最近香港天气很热，所以我想要走一个就是迈入夏天的感觉，什么意思？所以我今天会带这个白色的帆布袋。对，然后我等一下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会去好像是海边吧。但至于去海边要做什么呢？你们等一下就会知道了。今天有一个特别来宾。1 hour later。现在呢，正坐在一个小巴上面，然后我们准备要去一个地方，叫什么？再说一次。塞欧。塞欧，这是一个海边，然后普通话是石澳。石澳。石澳，然后郑重的重新介绍一次，这是今天影片的来宾。哦、大家好，我叫 Torres。我今天要带 Cynthia 坐她第一次的小巴，感觉如何？感觉害怕了吗？因为她，我跟你讲，因为她刚跟我讲说，就是香港的小巴是比 Ferrari 还要快的一个交通工具。对，所以我现在内心充满着期待。虽然住在就是小巴站的旁边，可是我从来，因为我就是太宅了，所以我真的我从来没有坐过香港的小巴。体验一下，然后香港的所有的小巴 driver 都可以去拍 Fast and Furious。When I see you again 。哦。啊、哦，我的朋友都好奇怪哦，怎么办？所以我没朋友，因为啊，香港的小巴速度实在太快了，所以政府呢就规定每个小巴，看不到我手指，一定要有一个 speed monitor， 然后它过100或者80就会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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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是读 urban planning 的，所以我知道这些无聊的知识 ，fun fact。这真的是我第一次到香港城市之外的地方，除了上次有去过赤柱之外，哦，我有去过大
欧，戴欧，很久很久之前。哎，这里应该不用戴口罩了。真的吗？哎，对，我们这么好看，戴口罩是不是浪费了？有来。Our face wasted. 啊，因为这个礼拜是那个香港的 long weekend， 所以很多人会趁这个时间出来玩。五一黄金周。黄金周还没啊？五一黄金周啊。五一黄金周，你们有吗？台湾有吗？五一有劳动节，没有黄金周。对对对。哇、so good. Okay. I see the ocean. It's the best thing that has happened to them in 2020. 职业病。职业病吗？对。职业病。对，我都说我们今天两个人都是用 camera 互相对着大家。对，我们两个。When two focus hang out, that's what happens. This is our conversation is gonna be. Yeah, I know. Throughout the whole day. I can't even see your face. 现在是30度，我最讨厌的夏天要来了，我真的很讨厌夏天。长裤了。对啊。穿错了。真的。我没有警告你，是我的错。哦。I fucked up. 先把鞋子给脱了。哎，好，这样好吗？你知道你是我第一个除了 Boris 跟 Agnes 他们之外第一个 collab 的 YouTuber 是吗？香港的、哦、是吗？哦，我觉得受宠若惊哦，受宠若惊，受宠若惊哦，好像拍不了哦，这个 angle 会不会好奇怪？哎，还可以耶 ，twisted no， okay, 好像还可以耶。We're on the front, okay. I have my notes here. 光觉得怎么样？好像 OK。挺好的。好，我们拍一个这样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testing。好。好，然后 OK。好的，我们刚刚，哎，我现在是看不到我的荧幕。我们刚刚拍完了。第一个影片，然后因为他刚刚输了嘛，所以 ，Cheers， 打不到。因为如果你输了，他输了的话，他的刑罚是把头放在水里面。看你今天又没有带毛巾或者什么的，我就不忍心。忍心。忍心。喂，你看，香港的风景多么漂亮啊！嗯。你们台北没有这些了。我很宅耶，所以我其实也不知道台北有什么地方很漂亮。Why smell weed?Do you smell it? Yeah. Oh yeah, I smell it too. Right? Oh, how do you know how it smells like? Oh, you used to study in the States. Yeah. In California. In Berkeley. Yeah, it was legal. Oh, wait, let's talk about how we met. Oh yeah, sure. Okay. 好，我们来讲一下我们俩是怎么认识的。首先一开始呢，是我在某个频道里面看到他在做像街访吗？还是哦对什么的、oh, ？我以前在在香港做街访，就是他还没有他自己的 channel， 没有之前吧？对。然后后来就是发现他的 channel， 然后好像是什么你去南非找女朋友，对对对对。哦，还有那个什么在中环问人家多少钱 salary 的那个、啊、对对对对有，就有一次公司有一个 campaign， 就是要找香港的 creator 去。所以后来那个是，我觉得第一次跟他在网络上面去联系啊，对对。然后在香港，我们要交合约还是什么，对对在铜锣湾，哦对，铜锣湾见面，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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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年纪很小哎、欸，你有告诉你观众你多大吗？有，他们知道，但是你真的很小、欸，我24。对，后来了，我们Cynthia 就我在台湾也见到 Cynthia 一次、嗯，就是我们去，那我就好像以为是我跟 Gigi 去台湾有 keep contact。对对对，你为什么没有来跟我们一起喝珍珠奶茶？我们去台湾，嗨哇，不要紧。但是第二天我们去吃牛肉面了。啊，对对对对对，跟Georgia 去。那今天就一起来拍片啦。对对对，觉得香港好吗？嗯，其实我是。从心底还蛮喜欢香港的，对，是吗？嗯，就是回不了台湾哎，也不用到回。但是你觉得现在像 virus 吗？virus where？ 超级多人，超级多人呢。但是我们好像几天都没有新增案例了，好像。啊、所以香港也是
香港人现在比较好像有点 chill， 嗯，好像过分 chill 了。真的是，还有他就把我拖出门，不然哦，因为我们今天聊天的时候我才跟他讲说，其实我是一个很宅的人，看不出来你是宅。我知道很多你的影片都是在家里拍，但是我不知道他会 weekend 也会自己在家里喝酒，一个人喝。这种事我真的做不出。如果我一个人在家的话，我在家可以我一整天可以讲不到十句话。欸，但是你上次告诉我你有一个特异功能，就是自己跟自己说话。就是我常会发呆，要不然就看书。你自己跟自己聊什么？啊，这样听起来好 creepy 哦。欸，但是我以前学就是练习语言的时候，我也会自己跟自己聊天，但是我是为了练语言。我personality 希望刚刚的影片出来是好看的，应该 OK 吧？希望我要回去 edit。太好了，希望把我们拍得 handsome and pretty。那好像不是 edit 可以做到的事情，是不是？是我爸妈，是我爸妈的错。妈，对不起。妈，台湾放多少天？台湾好像就5月1号吧？哎，是不是就今天啊？哎，昨天，昨天我放假。哦，已经5月了。Shit。好可怕哦！我这2020到底做了什么？我怎么知道？我到底做了什么？就问22，就现在已经快要一半年了。大家其实真的都把就是 YouTube 啊，或者是很 social media 想的有点太简单了。对的，但是不是这么简单？它其实背后有很多 ，like OK， 就像我们刚才吃饭的时候，其实。他就一直在想说我们等一下要怎么拍，然后要拍什么，然后要怎么拍才不会比较不尴尬什么的，就是我们在吃饭哦，就是他想的是这些事情。对对对，然后我们在家的时候就要想，哦，还要 edit， 还要 Cynthia 那天还要说跟我说，哦，我做那个字幕已经快要死了，已经要爆炸了。我这个人，大家你看我们现在这里，我要停止说话了，要不你会开始憎恨我。我要他妈的说这么多话，我要找人帮我上字幕这条片。See you. Nice to hang out. Se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now? I am going home and sleep. I thought you're making dinner. Oh, I am, but I have like an hour gap, so. Alright. See you. Bye. 我要开始，我跟你讲，我刚一拿起相机，这两个马上跑去找口红，到底是什么意思？好啊，对，没错，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一个 girls night， 久违的。他们俩今天去补妆，到底是你们按错了啦？这个台灯，不好意思。好 ，Anyway， 今天就是 Crystal 跟 Vanessa， 其实 Vanessa 是我跟 Crystal 的共同朋友，这样，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一个 Girls Night， 要来住Budae Jjigae。哎，现在可以 say hi 了吗？嗨，又是我了，天哪！哦哦，然后我们俩今天又莫名其妙的 match 了。我本来也可以 match 的呢，我们是没有商量好的，我们完全没有商量好，我们俩已经是第三次 match 了，第三期，我觉得这个五花肉可能没有很好吃，是吗？因为它闻起来会很香。哎，我们跟大家 say hi 一下好不好？嗨，안녕。现在呢，正在准备，等一下要煮饭的东西，你要分享一下，负责喝吗？哈哈哈哈，所以你们在一个在切，然后一个在洗，然后我就是这样。哎，我很努力耶，切的。我们刚刚去超市里面买东西啊，就买了很多很多的 alcohol。我们拿了两大箱12瓶的啤酒，然后刚好旁边的阿姨要开那个收银机，然后之后他本来想要收钱，我就跟他说，哎，那个是我们的，然后那个阿姨就说两箱都是你们的，我说对，然后那个时候只有我跟Cynthia站在那边，他可能就以为我们两个一个人要喝12，要把24瓶酒啊喝掉。他们两个人给我买了一堆的烧酒，4瓶而已，所以六瓶可以，啊，然后我还买了3罐的白酒。什么是酒精？我们吃就用来消毒伤口的吗？啊，阿拉索，阿拉索。而且我刚才跟他们讲说，我搬进来之后，我几乎没有看过我的邻居，就跟我们刚买东西回来的时候，就马上碰见了一个。我鼻子很痒。啊，我不会帮你抓的。对，我们就这样，这个我就这样子，等一下回收好了。要洗干净才可以回收的，你知道吗？不知道啊。台湾的环保跟香港做的差不多吗？
我觉得台湾的更好哎。我们的厨余都要分两大类的。来，怎么样？有吗？是我们之前吃的味道。哦，我加了一整罐的泡菜。哦，然后我等一下还会再加年糕。还有午餐肉，还有辛拉面啊，还有香肠，太好了！现在我们的布袋鸡给快要完成了，吃了，耶！赞！当然是凭感觉来的，是这样子的。哦，这个是你的哦，马西手，好，你可以帮他弄一个特效在这边九。最厉害的是红色，然后到这个，然后到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好，现在先猜拳。等一下，所以输的是先拿，赢的先拿，赢的可以先选，嗯，好不好？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布，我选中间的。我刚才说 Raven 最厉害，哦，真的吗？谢谢你们今天来我家，谢谢。Happy housewarming， 耶。Good morning， 我们昨天聊到几点啊？3:30、4:00。对 ，That's right。对，然后我现在呢，要来做咖啡给 Vanessa， 两杯咖啡已完成。来，这是你的，谢谢。小心烫哦。好。哎，这个泡好好哎，我当时在家都没有这样。谢谢。我想知道你的反应。嗯，牛奶会太多吗？没有，我觉得可以。可以吗？哦，太好了，过关。我们今天早餐非常的中西合璧。有培根，有蛋，还有昨天的娃娃菜，对，还有咖啡。My cheers， 耶、yeah, ！早安，早。其实现在已经午安了。今天是星期天，嗯，明天就要上班了。对哦。刚刚 Vanessa 回家了，然后因为昨天其实吃蛮多的，我才会觉得。有点消化不良，以及觉得全身有点水肿，所以呢，我想要来做运动，因为现在 gym 啊什么都不能去，所以前阵子就跑去买了瑜伽垫，还有这个弹力带，还有后面的那个瑜伽砖这样。那我今天呢，想要做的是 Sarah Stay 它最新的一个 15 minutes workout， 然后主要是 thighs 跟 cardio。其实我蛮怕做 cardio 的，因为我从来不是那种心肺功能很好的。朋友，我就是比较喜欢做瑜伽或是皮拉提斯那种，就是动作没有很大，可是你的肌肉会很酸的那种。Can I also preface? I have no idea what we're doing, so hopefully I can follow along and hopefully I don't die. It's gonna be a lot. Roll the shoulders back and down and start to activate your core. Inhale, sit down nice and low, reach the arms up in line with the ears, then press into the heels, drive through and come up. Inhale, sit back. Exhale, drive up.Inhale, sit back. So squats are obviously. I'm worried that I don't have control. Don't worry, baby, don't worry. Go and get some sleep while you're in a hurry. He got bigger things planned for you, don't worry. You ain't gotta come to conclusions this hurry. Don't worry, baby, don't worry. Go and get some sleep while you're always in a hurry. He got bigger things planned for you, don't worry. You ain't gotta come to conclusions this early. I'm worried about my father's health. I'm worried about being by myself. I'm worried I ain't doing too well. I'm worried but I did it to myself, yeah. I'm worried that you don't need me. I'm worried that you're gonna leave me. I'm worried that it won't work
I'm worried that I'm never making. Oh my god， 比我想象中还要累。我中间有好几次没办法坐下去。那接下来我要做一点简单的 stretching， 还有这个弹力带。那些木头至少集中。为什么讲到看到这个我就想，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是第二课，我叫孔刘的第六堂课。好，今天要学的是鸭，咿呀这个句尾哦。那我刚刚说要用 나对吧，이승기는가수야，이승기는가수야，이승기는가수야，나는공유야，나는공유야，나는공유야。Told my brothers one day we gon' make it. We just gotta grind for that paycheck. Mama told me one day I'll be famous. Remember when she used to say she hated us. Back then they would laugh when I say shit. Now I'm inside all them people's playlists. So one day I'll be starting.